首先检查机器配件，主机一个，四个大的布雷泽治疗头，两个小的布雷泽治疗头。现在打开配料包。加水漏斗。脂肪钳。电源线。脉搏传感器，胶圈和保险，防毒过滤杆，皮尺，开机钥匙。打开加水口，打开透气口，拿出加水漏斗。开始组装机器，首先安装利普雷泽手机，首先安装 A1 下面安装手机，首先安装小头，
打开公开。拿出防毒海绵。拿出开机钥匙，选出机停，五十五。
将触光的一面对准皮肤。